就看电影，看到一半啊，天花板就突然崩塌掉下来，这样。是啊，当时掉下来的时候是你们电影已经开演了吗？还是？已经演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了。是，那掉下来的瞬间，大家的反应？应该离他比较近的人有叫了一下嘛，啊，因为我们坐比较后面，离比较远，所以。一开始以为是特效，后来就有人叫他们开灯啊，因为这个天花板掉下来了嘛，而且已经东西都垂在那里面。你们本来是要看12点的外面是，那后来为什么原因是没看到？他就宣布说里面有故障，问题有故障，然后叫我们先去把你退掉，就把票退掉这样。那但他没有说明是什么原因，他就说设备故障。那你们这样了解之后，看到那个顶棚掉下来，会不会觉得很夸张？当然夸张，夸张。怎么说？这个很危险哎。然后砸下来，赔不起吧？万一如果有人在里面看电影的话，看到一半砸下来，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有什么危险？这边赔不起吧？这个原版马上就关闭了。那个 IMAX 现在还可以买吗？阿芳那里今天没有 IMAX。捍卫战士 IMAX 没有吗？对，是的。看我们设备有问题，所以目前礼拜一才会开放，这两天就是不开放。这两天都关闭了。要变成连续假期之后才有。因为今天早上才有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啊？天花板掉下来。对。好。你现在想知道这个问题吗？所以是没办法看现在。没办法修复啊，我们还在。好好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你。